边，别别等入睡，等到姑娘把狗血揉碎。下面来介绍一下这个节奏。首先它是一个四四拍的节奏，它的扫弦顺序是下切上空上切上。下第一下的时候，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，这样呢力度比较大，然后扫的是根音下，手指朝着和弦根音的位置使劲，即使你碰到其他弦，最大的力量也是给了根音下，然后手指分开切上，切的时候用食指往下滑，然后用大拇指的侧面压住琴弦上，顺势往上一拉就可以了，用大拇指的侧面把它蹭响上，然后空上，哎，跟上次一样，还是用大拇指的侧面往上拉，然后切上，哎，下都是用食指的指甲往下滑，上用大拇指的侧面往上拉，只有第一下是手指捏在一起的，敲打根音的位置。我是个沉默不语的，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。